的武术功底很扎实，其武打动作具有快速简洁、干净利落的硬汉风格。从古装剧里的青涩小生到荧屏上的铁血硬汉，自幼习武的吴京找到了角色的定位。从《我是特种兵》《狼牙》再到《战狼》系列，他饰演的特种兵凭借浑然天成的军人气质深入人心。在电视剧《我是特种兵之利刃出鞘》中，他与组成的 CP 是洪梦莎饰演的唐心怡。剧中吴京和洪梦莎非常恩爱，经常性撒糖，一度让网友误以为他们是情侣，可见这两人演技多么好。洪梦莎在演艺圈素有铁娘子的美誉，她出演过很多军旅片、刑侦剧，比如《毒猎人》《警花与警犬》，都让她的女汉子形象深入人心。不过她火起来还是与吴京合作的《特种兵之利刃出鞘》，因为洪梦莎剧中大多穿着军装，根本看不出她的身材，只知道她长相不差。而生活中的洪梦莎为人十分低调，不爱张扬，平时喜欢简单清爽、舒服随性的打扮，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。脱下军装的洪梦莎，修长的双腿加上有气质的五官，让人看了久久不能忘怀，真的是非常惊艳。当看到脱下军装的洪梦莎，许多网友也是纷纷调侃，终于知道谢楠的担心了，与这么一位女神搭戏确实很有